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，用体风水学传法讲座。咱清水镇，啊，甲咱大中关啊海线的各位乡亲，阿弥陀佛。风水的册，一牛车未用五十页。那么社会上遐尼只风水册咧，不离咱的目睭所看到的，不离咱耳啊所听到的，不离咱。鼻所感觉的，嘴子所感觉的，皮肤所感觉的，叫做五行五种的气力运转。咱自从咱已经大学创办到即阵啊呢，咱将真济妙法传到台上。咱一想简单呢，保护自己，不伤害他人，然后帮助他人的原则，咱。全省各乡镇拢开课开班，希望将好的妙法传到大家，家己能保护家己，不伤害他人，然后帮助他人。各位若要了解更加深的，咱只有来参加全省各乡镇咱的开课，家己学习更加深的。咱学习这个，保护自己嘛，保护自己，咱莫去受到。环境的影响，啊，帮助他人，也不伤害他人。咱当然啦，平安的时，咱就别伤害他人啊嘛，别拖累他人，这是一定一定风水的真理。咱的王禅都做几个善事，啊，本着上天慈悲，啊，请王禅都做道家厨房来到咱的。寒干寒冷，过来传着易经甲风水的妙法。以上简单、上科学的真理咧，来讲解着易经风水对社会的关系。王禅都甲咱开始，无论是王侯、将相、凡夫、昭君，拢离不开风水，风水呀、啊。啊！你也使无相信风水，但是咱已经伫风水内面的生活，内面的生存，这是风水的奥妙。那么其中风水呢？咱目睭所看的第一关上厉害。假使咱处境，人起迄个尖尖尖的面顶擦甲红红红红记记的咧，住伫厝边头尾的人。南面老片会就了钱，就官司红过红海一大堆。回想到咱大中关某一个所在，二十多年前，啊，起一栋真水哦，像澳式的。那么出边头尾咧，改讲你卖起好哦，我 OK 了，我有钱，我要起安那，我就要安怎？好啊，我多啊，出边头尾就裂个洞，个旧。个骂，个累，个困，安尼有严重无？有啊吼，安那老久，都靠桥，哦，都靠桥啊！出面头位不到大，所以人的精神意志力真厉害。好，人的思想狠心摸出来，所以咱出面头位，大家人斗阵摸红万谈，唔通互人狠。这足重要，足重要呀！结果
那公司都好翘啊啦，偌敖。咱若上敖欠，普通一般百姓，咱欠2万3万就烦恼到要死咧。结果迄更欠了，算几啊十亿个，后世人做有做咩来行行未了，你知影无？我请我一个地主，伊数学专家，台北市一流的数学专家。我讲请问潘老师，咱若讲欠5块钱，500年，福利加起来偌济哈？校长？啊，我晓得哈，5块钱咯，500年复利，那偌济？算起来真恐怖，2兆5000几亿，2兆呢5000多亿耶，恐怖嘞！一直打安，直高。所以咱呐，这世人，哦，那有钉打着，唔紧的行哦。欠500年都话，迄袂得了啦。2兆，恐怖呢！都是咱馆长讲，吼、哦，咱争取，人要设厂500亿，伫咱台中港区设厂500亿的工厂，这是非常大呢。2兆呢？哦，啊，5块钱尔了，阿弥陀佛啦！各位，咱唔好去疏忽哩。咱若疏忽以后呢，做有做咩呢？生生世世。行不了，所以咱台中县这个好所在，咱海边啊，咱台中港地区呢，并不是讲干那咱台中港地区人的享受，咱来跨面甲看，看作咱整个台湾这个土地2500万、2300万，咱的同胞共同的福。立即在台中县的海山家，所以咱台中县，尤其海山，咱要建设，再三的强调，你一定要要求建筑师如法设计，唔通开玩笑，唔好认为现在什么人啊，什么时代啊，在信听，我哩讲风水几啊千亿万年来都有风甲水啊。你若违背大自然，叫做逆天，逆天则亡，顺天则兴，一定的道理。那么我写这本书呢，是经验所写出来，印证所出来，这就是大自然的法则。哦，这就是正言察自然诸学，自然诸学。我哼一条念给恁听，哈！庭院涂骹卖有青苔，咱厝前的庭院涂骹若发起青苔呢，青提呀，唔是讲哦，阮家的环境好呢，阮家的水你知无？卡青提是这水呢，那么这水呢，咱袂卖好水啊，风水啊查看卖呢，空气都唔对咩，咱查看卖。啊，那无咧，扫扫洗清气，厝前厝后变好清气，咱就袂衰啊嘛。咱了解者，哦，这里就是伫衰。自学一条，足简单嘞。啊，有人啊，即摆真济人，厝顶种兰花，天罗地网诶。恁啥人在做？恁厝顶要种兰花，网啊，乌网啊，看呢？在南部，我遐地主印证的，那看乌蚊的，那唔生癌就生瘤，啊就官司，了完了钱，了了去，无当妥的，满世界呢。到尾啊，我咱南部所有的装修地主啊，一个大学生，讲讲厝顶拆了了，我安尼你的花呢，淡薄呢，啊淡薄，淡薄啦，淡薄，好淡薄啦。啊，干那呢？机会无了了去啊！干那割迄几丛啊花，迄丛草啊，会咧趁钱无？未趁钱啊！结果家内乱草草，几天不灵。这嘛是最简单的风水啊！恁在做哪种兰花啊？恁的面厝一定搭水无搭乌网啊！
天罗地网。你哪个发生问题？哎呀，杨琼立伟啊，杨立伟啊，我拄到山啊，拜托啦，我红弄掉啊，刚弄掉啊，拜托你来警察局来报好不？琼立伟不？你叫跳人啊，对吧？哦，这大智慧，我叫醒马克醒跳掉，再去搞报，无事报嘛，报未好事。你个报出来，反正报落去用弄，用弄个死翘翘。是不是啊？呢，这个天罗地网，这个风水嘛，啊，不是我看什么像鬼多，不是安尼啊，目睭所感觉的。好，再来呢哈。那么庭院这边有大了，没有大了，就他暗光，哪能处理？头前的那个空地啊，哇，我来花莲哦，再一粒水泡椒，好两百米很要。水老少呀，你好命出去，很狠的，很妖。你家来，你都莫有心，哪有心的？那不是老天生出来了，弄蒙古大夫。蒙古大夫，你知不？啊，唐氏症。哦，迄、那个，你都烦恼一世啊！搞迄个死石头，哇，人你唔搞，搞到搞死石头那好，无智慧，咱的头壳煞比石头较硬，是不是啊？呢？哦，所以吼、哦，风水的代志，你这本书都莫乱谈哦。你若谈吼，你要单调的吼，拜托你也寄倒转来，三十块邮资我寄行李，对吧？我这本书印起十五号尔，你若要助印，欢迎你助印，加人结缘。啊，十五号，但是邮资这么足贵的，你叫一个人啊，送一本书去恁家，一百块我都买送哦，我嘛无时间了。三十块呢，有主力爱的付。好，那再来，好，那庭院的正边，处理正边，那么开大门，开户口，上别人个上家己。恁外大门，咱无要开好门，外大门开两门，内门上好嘛是两门。你若假使外门好门，内门个好门呢，兄弟啊，冤家路窄。阿婆冤家多济，但是有够济。啊，做工厂呢，资料无代志咧，哦，佮各方恐吓，种种个代志，这嘛是一个风水真简单的道理。要有即嘛真济人要较省呢，啊，省家属，所以面顶装太阳能，太阳能啊，哎、欸，各位啊。你太阳能下面房间睏的，面顶太阳能，那有那唔生瘤就生癌的，爱注意。你做太阳能个上好下面唔好大，真奇怪。即我印证有够济，有够济，甲前几工过一个信徒老师，我听你讲，啊，厝顶冇迄个做太阳能哦，我唔是讲唔冇啦，上好是买啦。哦，你若装了就好啊！你迄间卖困，我困北京啦。啊，听讲还困嘞，会先脑瘤对不对？我是啦。什么代志哦？吼，我咧讲死无人诶，因翁啊，吼，我翁死无人，拢我含我困啦，啊，家己困一间啦。啊，即摆来偷卡来开始电疗啊啦，电疗就当大声细声话啦，吼，都是脑瘤啊啦，你看嘞。啊！伊就我来想到怪啊！啊，我含某咧，伊就袂见困咧，单独甲你困一间，困一间无人吵，面顶都太阳能，啊，多多缀着伊眠床，问我要安怎？我迄躺着拆掉，老师我开始怎么办呢？恁人较简单嘞，迄太阳能较简单，骗鬼！哦，装这家树楼都较贵。二十万块钱，李柱拿了一个，那个地下钱庄来借哎，那爱偌济啊？一个月啊？二十万块爱偌济？那买个树出年啦，身体个平安啦，讲讲效果有利哦。我只装了，我人性地骨较怪，啊，我人呢，好真暴躁，了了要杀人要拍人，有影哦？你想，你讲那亲像有准哦？免亲像啦，准就准啦，什么亲像？
哈，伊就阿桑了，别较不要讲话啦哈。好啊，等下听听听听听，好，慢慢来好啊。两个人就地主，伊咧，我咧家咧袂平安，家改了咧，较平静，较平静有赚着钱啊，存钱啊，厝袂定咧，伊就去安只太阳能。太阳能都登伫公马神一头壳顶，刷咧，开始咧，那你地主咧，讲话就斜溜斜溜哦，斜溜斜溜，咱知啦吼，十三天第外啊，好猛窜猛窜，哈呢啊，上课咧，差不多时啊在那个讲有诶无诶，奇怪你最近哪呢？好，你哪呢？哎呀，无讲啥，就嘿嘿是啦，是。啊，是，我都看到气烦恼啊，面拢暗暝啊，面暗去啊。我咧叫恁某来啦，好不好？因某才来，我某人。恁翁最近有时啊，我嘛唔知奇怪。恁翁有设备哦，厝内底有设备啥？哦，我设备一个太阳能，拄多伫阮新明天面顶，拄登伫公马一面顶，未得啦。我叫伊耍。因人唔好耍，魔障现前唔好耍，结果原因啥？嘛是脑瘤，哈脑癌死去啊！死太太才耍会叮当呢，那无死耍袂叮当，因为脑神经有问题啊！我讲无，你有够迄个，你头壳比恁翁搁较破，恁翁若是娶一个大病院大一工。好，去阿只大便大一工，你就刷咧走啊嘛！你嘛免甲讲，反正恁翁厝边顶也袂当去你啊啦，真正都袂当去你。我讲系啊，我翁都偌久无去楼顶啊，卖讲多话嘛！哎呦，你这种啊，无法度，你的名，你系死人的名，你若无安嘛死袂成，安我印证，我已经嘛印证袂准，是安尼俩。所以这里有够多，到达几百条呢。喂，各位咱乡亲呐，咱岛的物件足济，你甲搞起来，绝对无杂呀。那像眠床、卧室、房间，咱房间门呢，勉强，迄个加四楼，咱这真济人出来滴公卡的，哦啊，中呢，装一加四楼，门对上加四楼大家嘛，屁股、裤裤少，很香很香。啊，大家咧，目眶，即嘛流行，乌的流行的，为乌乌的，即嘛是安尼尔。那么，即嘛是什么目眶乌的呀？嘿吼，嘿，用什么美容哦？用什么科学？什么哎？干要消毒咧？一届二三十万呢？我足想我要找间开一间诊所，专门医目眶乌的。我看呀，我都爱外口的老鼠，然后呢，迄足简单的尔，目眶乌乌，鼻水倒流，鼻水也倒流，鼻涕倒流，再起来，哈呛，啊鼻水倒流，鼻水倒流，简单，甜的卖食，哦咸的食拄好都，啊咸的卖食，哦靠过来，肉毛巾，肉敷，再起来的肉敷。小小的肉，一阵啊，目眶乌乌的，渐渐变白啊。最近我鼻啊小有问题，我两双小乌乌，我这等嘛较过来就有啊。啊，有一阵就好呀嘛，足简单嘞嘛，差不多开几十万，恁来建开，啊，摕咱台中大娘要建设啦，摕来布施，我教你方法就好啊。啊，你赚一半，我赚一半，啊，一半你我赚一半，你的功德，不是我的功德。这就是风水嘛，所以咱全省各位乡亲、各位是风水的是风水的妙法，唔是咱所讲遐尼深。咱风水的妙法浅浅啊尔，只要各位依照妙法，依照咱的江苏法师甲各位教的咧，啊，恁自然会当离苦得乐。那么咱大众功夫咧？现在咱就咱的江苏咧，
好，来，请我来。那的法师圆满法师赖老师啊，丁桂刚老师啊，我不想再换毒了呢，你看好不？一弄的美容油，弄的美容油，在咱国车啊吼，用这下美容油，我不想换毒了，好啊，不想换毒就算了，啊，遐糖跟你姻缘一段落来就算，开始专心投入，跟我同齐来弘法利生，你看好不？好、哦，大家有听到哦，哈、哦，恁若要搁个买农药嘞，两三个月一针嘛，无一针伊要收单。啊，那么赖老师伊对易经风水非常有研究，咱大中港地区欢迎嘞，咱家发这回工作煞那么开阔，哈、啊，那迄个大家有兴趣诶，好、啊、要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嘞，欢迎嘞，恁大家。来上这课，哈，这是保护自己，不伤害他人，安尼称呼的，哈。啊，咱各位乡亲，风水啊，咱讲起来万里深刻，但是咱普通的生活之中，咱有当时咱就当着，吃着亏，咱可能无感觉。无论是王侯将相、凡夫走卒、修行人等等，风水拢离不开。在四五年前啊，咱有一位出家法师，伊咧那上经咧差不多两三分钟以后就缩掉了，袂讲啊。啊，伊的声音无只像咱杨丽伟、杨琼英好，讲啊单点够有力。啊，伊咧伊就开一早来无力，啊有一天。去信道呀，因为想反对我都外道，像我咧讲风水吼，伊拢啊，恁这外道不值得一听，未究竟。我讲你想咧啥都究竟，你若未害你就未究竟啊啦。安尼俩，伊就听啊，哎呦，我脚尾一台电视机，我困咧了忙困，脚尾电视机，啊，这个放下咧，我脑会塌掉咧，讲话未出来。哇，等个莫边呢？无一礼拜再时讲上紧，哇，两三点钟声音照常声音足好诶。吼、哦，迄阵啊，足感恩咧，才带伊一挂即信徒弟子咧。别个我用讲外道，即张老师我未用甲讲外道。因为啥啦？因为我烧声伊未好，有神甲无神俩，有好念甲无好念，有经常甲无经验，照常安尼。电视抹掉尔，我就即摆只好上镜。你看，我较早毋是表上诶，脚尾一个电视机，足简单诶道理。即个风水嘛，刷边了，甲抹一大通，都抹会信道。我好啊，你尽量抹，拜托帮忙我本家诶善书互大家。即个风水诶妙法，所以风水啊，咱爱去甲注意，咱啊无注意者。咱会拄着真侪食亏，一旦咱食着亏，食着惊，有嘴无得讲，啊，烦恼咧无人好透，烦恼无人知，要怎么办？忍起来尔，蒙忍，忍到有一天，哈，未喘气，就永远忍嘛。啊，所以风水也重要，咱来真小心，真小心，阿弥陀佛。中观沿海地区各位乡亲，阿弥陀佛。王禅老祖几国先师甲咱开始，咱的学习易经风水，咱厝场风水易经两项大项，性命较长。一般人。哈，我倒去了解着这个真理。咱学习易经、处场、风水，学习虽然是一时的，但是已经到咱整个人生、生命足
等足等个啊！若是咱一个人家来来平安，咱个也要念佛，阿弥陀佛，也要修行的时，咱的生命就永永远远拢是光明。若是咱家人讲哦，我在念佛，厝顶风水难调节，无影老老念啊！无论是你往后众生反复造作，高精大德，我那是无可奈何。所以咱若要修行，修五行，第一一定爱平安；要修五行，会开悟，咱嘛爱平安。过来，咱若要有觉到会生多生分，嘛是爱平安。那么你平安伫倒开始？日常生活中。就要开始啊！尤其厝场的环境，我看真侪道场，啊，一挂高僧嘛好，大德嘛好，啊，修行家呢，挨挨杂杂，结果嘛是未平安，未平安，要个叫你修什么行嘛？根本都无可能修苦行，修挨挨杂杂的行啊！咱家庭嘛同款，啊，所以各位啊，咱呢，一记哩。哈，咱大家准时来看这时段，这是各位得到妙法的所在。咱风水呢，不离头前看的所在。头前看路冲，像安路冲呢，我一定坐袂住的，因为这空气的流通，目睭所看，那就物件就要弄入来啊。啊，圣经咱就信道真古锥，头前路冲一楼呢。伊想要按一大块镜反射，伊就内底迄间啊，规片个按镜。哦，迄几工啊，规支好出路去车弄，出来在哀哀叫。我讲你安尼搞开咧，你安尼行几地？一个我都路冲对恁兜后壁过啊！你当当买咧闪车，火车呼呼就出来，你啊撞到掉惊掉，出去憨憨神神去车弄，原来无车好。结果头就装一个足大镜的，一镜嘞，那像你发听的嘞，弄一个嘞，啊，本来无穿嘞，穿心都过啊。所以各位，恁若爱要了解妙法，恁来咱全省各个乡镇，拢已经大学的分校，哈、哦，咱来用来学这道。啊，人世间的代志啊，点点滴滴，每一项代志，拢人生的因果业力。嘛是咱每个人会趣味的人生啊，所以咱每一届都有啊，那开这个开始啊，学风水学的时，拢接受人的问问题。现在在甲各位解答恁问题，曾秘书名用讲出来无哈？会啦吼，啊啦，甲五年十二月十六，夫妻反目，啊，反起学道，要问啥啦？你也无无头无尾。哦，啊，包起来遐济问题遐济哦。哦，好啊，看你的节目已经一两年啊，也无够久咧。我讲六年，我要看一两年，继续去看咧。我要讲到三千集，哦，这样子两千空七十六嘛，啊，找无合作就好啊，攞到找有就好啊。哦，我先律师有咖啡屋，恁去爱去交关，先食一杯咖啡，头壳清醒。恁个会只啊，妄想攞做啊，我有烦恼，我等乎你，拜托你个接无好，我要来等啊嘿。你去拜佛要领呢？哎呀，老祖啊，我的翁啊咧，牵地锅，人咧穿西米露。哦，哎呦，啊，我大狗啊，哪会袂啼，鸡也袂吠。你老要甲老祖讲，你讲的吼，老祖，谢谢，我要来等下，我烦恼等好你，老祖一定甲你收起来，那不相信，你搁去试看卖。啊，西门市的环境真好。哦，咱环境你也行一下啦，一两点钟也未歹。欢迎咱所有乡亲，若有时间，咱来拜老祖，来拜佛祖，哈、哦。
啊，常看到为人解决一个难题，今日有缘拄到老师，想要麻烦啊，这这问题第一，囡仔林志强顶一年十月二五听到你，哇，婚姻因某嫁伫天顶，要安怎？病倒阿弥陀佛，啊吼，修道人万分啊嘿。那有今日今年吼、哦、婚姻有一年，有一年咯、哦。那叫浪干过还过三年哦，嘿，三年后才过来嘿。吼、哦，那恁恁个婚姻吼，伊、哦、个是较万分，较万分吼、哦。啊，你卖急嘿，卖急。啊，这里、个、再来伊个事业做技术嘞。伊个钱未给你砸落来，钱吼寄伫天顶，哈啊慢慢啊做好，哈就先食头咯，哈啊查某囝秀平啊，今年啊六月十五山水梦，哇伊个婚姻麻烦，伊个婚姻吼那有那无，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你念较紧的话，南无就是那有那无，那有那无。是不是啊？阿弥陀佛呢？哦，你好，哎，免急嘿。啊，这个来米珠啊，日本人啦吼，教五年十二个是身体运动，身体了，你爱拜佛，你爱拜佛，你有你有福缘，恭喜哦，你来好啊，修会成多哦。哎，啊，再来哈，啊，单人家成人家三十八年四月。十是拍个球，水流墩拍个球诶！哦，身体健康，你有病那无病，有病那无病，哦，你这唔是真正病，哦，这因为这里干嘛？万行大事那是天条白条诶、所以命入骨，当多下面论。啊，咱若要出事，爱去问琼姨妈妈，要安尼生，叫我到大家做立位。啊！你要甲讲哟，要甲大家讲哟，麦克可以讲看那生肖我大呢？哎呀，啊，这，再来，汤瑞川，啊，小高年三月二八如飞鸿，啊，赖秋慧，你会写较清楚嘞，那么悲哀的悲。啊！你好，一翻翻又过，你好翻无过吼，就变逼啊逼啊，要秋天就逼，啊，冬天就要休困难咩？啊，是啊。啊，来问，所谓爱大个厝方向，我恁各位，咱大个厝面临什么向？好，咱啊照这本书来底家去找就好个地理啊，厝那平安。什么命大得平安？啊，那厝那无舒适，无如法者，什么命有命大啊无命？真的是作些哈，再来哈，那你叫做林志庸啊，黄翠英。啊！问林志庸、黄翠英结婚将近四年，嘿嘿，咩啦？我领一支牌，天顶领一支牌，祝神公公的牌。啊！你阿要死，家己叫两阿婆，老爸老母拢不用代替，老爸两阿婆，安尼。我来先问是，咱有五百罗汉，达尊方下方头收到了，五百尊收到煞，且三点半钟，你要耐心收，你个求，吼、哦，真紧都有啊，啊，你若无，你都啊看哪个变，哈哈，无法的就无法的啊，哎，啊，等于有一个法官啊，因先生庭长。两阿婆阿都结婚四五年，阿来变无认，阿、啊、什么试管啊啥变了了啊，到尾因的同事啦，免变啊，找师傅，
好较紧，啊来咧，啊都真正都来啊，唔代你讲因未死，我未死唔较简单，无用听无写下咧，我写一个观音送子，观音送子，因的尸体啊送来吊眠床头，啊那无啊吊就吊眠床尾、脚尾，观音送子真紧就有，顶几工啊就去了安胎啊。师父你很厉害啊，怎麼厲害我沒有啊，我你說得更清楚咧，你沒有人說的啊，我這個角頭在哪裡，一定每個人不信不信都有角頭、哦、都有這樣、啊、我們邀請一位在教育部某一位科长先生，某一位大学教授，啊，因呢都结婚九年未生，啊，那么啊，咱这教这个科长啊，伊个老师嘞，咱现在台北市的教育局长吴清基吴博士，有一天在上课啦，伊家遐喊遐地主上课，伊家讲开始嘞。正正要一点点，甲咱介绍王禅老祖甲师父的迄个。他说：“啊，你也袂先去找老祖，是往去找师父啊，真紧就会先。”咱这科长呢，伊想干嘛呢？听怪怪啊！啊，过两个博士哦，这老师啊，甲咧老师甲讲，以后啊，走来找师父啊，两阿母同齐来。我嗯，啊，高追啊嘿，恁翁角色啊呐？去庙翕相，啊，迄张相，嗯嗯嗯，迄张，哦，啊，嗯嗯啊，二十三四年啊，哟，干嘛呢？吼，就当个屏东去找，去找找，拄多一张相片呢，嗯嗯，阿细汉啊，都是四五年啊，伫高雄，迄个叫做丁青湖呀，一间庙面头翕诶，迄张相片，安尼引起着八九年无生。我真简单，甲整好，放在面上头，啊叫恁某咧，下过来看人啊嘛，少年囡仔还高追还缘投，嘿，真紧恁囝就到位，哎，高华回来个，叫话老师啊，我巴肚有啊了，我当然有巴肚，无巴肚也袂得啦，吼、哦，唔是啦，我有囝啦，有啊啦，吼、哦，医生阿兼话，哦，我病囝偌艰苦咧，我对啊，甲你讲病囝后尾艰苦死你，伊讲啊，无要紧啦，啊。给减嘛，哦，看下无他艰苦，开始有心啦。哦，对，巴肚，咱普通呢，啊，巴肚那大粒嘞，早起那人拢较歹势，结果嘞，巴肚泄气，因玻璃的，你话我巴肚较大粒无？侬较大粒无？啊，都到尾生，即摆生两个啊，怀疑个安尼。不过一个条件，那要生来求老祖，啊、哦，我哩几点叫老祖支持的嘞？有心的以后开始生。一年五十斤的红卵爱来请人，你呐十年五百斤呢？顶下再食一个咸个大不了，十四年七百斤，七百二斤呢？哦，安尼哦，食个大食个红卵，我哩分期一百五十斤，五十斤安尼都爱十外个月，而且一年啊嘛，啊油饭爱六道，好、哦、一定要嘿，但是各位。咱真侪查甫人，哈，无良心的查甫人，无良心的大官甲大家啊，吼、哦，媳妇唔生拢怪大家甲大，怪这个媳妇啊，社工有够可怜，咱做查甫人有够可怜，吼、哦，咱查甫人一股残，对不？啊，去人刀，切啊无形，对不？啊，刀啊无形，哪有可能？你敢怪查某人，怪媳妇。哎呦，我讲一个故事你听，已经十年啊。咱彰化有一位县长呢，啊，伊娶某嘞吼，啊，结婚嘞，生四个查某囝。有一天呢，因丈母就屋主娶因查某囝来到县委室来找我，甲找老总。我哩惊死嘞，惊死无来，叫人家讲，这
我戆查某人啊，戆查某人，会死未死是恁囝仔因家的问题呢。你那是怪什么弄烂来？查某囝嫁予哪个人生后生无道理、无智慧？哇！因他因妈妈呢，华明阿姐咧算矮，叫恁囝婿来只讲，明仔载就囝婿就来哦。啊，囝婿来咧，我问讲某某人，恁太太生是毋是生恁太太的生？无咯，迄阮真改啊生阮的啊咯，安尼对啊？你想对你某海虐待？无啦，未啦，我才五岁尔啦，我要安那老师，我唔对啊啦，我讲你唔对的话，哦，就等于太太有心，后生一个去恁家好，啊，等后迄个生时才提油饭来请我，就足欢喜啊，等于无偌久就有心啦，啊有心呢，啊生啊生啊呢，啊就提油饭来化解，食了啊，等于。啊！伊阿公死翘翘，死翘翘咧，就伫卡台咧问老师：“我厝做伊咩了？唔知啥哦，要去领导掠鬼哦。”我好啊，我领导掠鬼，在咧江华秀团的后壁，结果看咧，咱咧这太太咧，伊讲师傅啊，好，阮这小朋友要袂先进前三个月，阮婆婆就死啊，啊这油饭食了，阮公公佫死啊。我这吼，我这后生咁遐硬，咪遐硬吼。我应该唔是安尼咧，应该是恁公公婆婆对你无好哦。伊讲我袂用安讲啦，我对是人讲，就对是人不好。你今日问啊，我无讲嘛不好。哈哈哈！伊就讲啊，老师，我生第一个查某囡啊，公公婆婆真欢喜管下家。第二咧。啊，听着讲我生查某囝呢，啊，要足唔情愿了，讲话就用我生个啊。第三个、第三个呢，吼、啊，即、這个去到肝急救去到病院的时，听着讲查某早肝都倒来。啊，生第四个查某囝呢，干脆袂住啊，卡在恁门口查某含住都袂瘾住。你看。都一定嘛，因这新妇讲你甲安怎啦？你安怎啦？你安尼吵到吞母啦，未生啦，安怎啦？你若我都甲生，死嘛甘愿？你看，死嘛甘愿？当然嘞，结果要生整整三个月嘞，去照照到查甫的阿妈煞死翘翘。你看，死嘛甘愿啊？啊，佫生出来嘞，又问佫关怀者老岁仔人啊？师傅啊，老师，谢谢，好、哦，让阮有团众接待，谢谢嘿。哈，等下第二天、第三天死翘翘。所以各位啊，咱对新妇、对查某囝、后生，绝对袂用讲毒话，讲拢是的。咱老大人讲话，祖先的发言人呢，发言人呢，那琼英伊若要发言，伊若无，伊拢叫伊的秘书代为发言，赶快秘书代为发言呐、啊。啊，花言呐、啊！哎、欸，秘书啦，讲唔对咧。哎、欸，啊，琼英，伊敢会使你？哎、欸，我秘书讲，我无算事，你嘛要甲他玩玩咧，是不是？哦，这就是共款的道理啊。结果原因就是安尼死翘翘。到尾啊咧，啊，这囡仔咧，啊，那么迄个两阿婆咧，先生忏悔，因为一死未死是咱查甫人的代志。第一，有你命无？第二有形无？你哪敢来去怪查某人一句残啊？一句残的吼，你无合理，来甲咱到传宗接代，感恩都袂负啊！咱去讲，好误会，对新妇啊，无迄个着，无合理。咱在座哪有改过的话？好，在座哪有改过的话？过去的想法呢？过去拢师傅还袂讲，过去拢无算，吼，迄拢唔知，拢无算，以后唔好讲。好、哦，啊，咱做查某人诶，妈妈咧，好、哦，咱嘛唔通讲无生，咱就要甲包括头，尤其咧，咱琼英妈妈，琼英还袂嫁，吼、哦，啊，嫁以后哪拢无生查某诶，你搁娶去，伊在个找师傅啊，阮那诶，阮查某囝拢无共生后生，嗯，迄阵你就爱话嘛，
嘛讲戆查某人，是不是？啊，但是咱查某人做大官大家，一个是咱的问题，不是新妇的问题。咱若了解就安尼，世间会减少到足济足济的这个恩恩怨怨，甲不满，是不是安尼？校长，好。校长这个话，有一天你也跟学生啊，毕业典礼的礼堂上啊，可以鼓励学生啊，你们以后当女学生了，哈、啊，未生不是恁的代志，当那教鼓励男生了，啊，恁若未生，无生后生啊，创啥？不是你太太的事情，是你们的事情。哎，你讲得足大嘞，这安定最后一刻的鼓励，哈、啊，最好的安抚。民心哦，好校长，好你讲到无量啊，咱足侪问题吼，恁的问题会演成足侪足侪趣味的问题，我嘛会甲这个聊的时候讲，好够了解，你了解以后，会向减少真侪真侪无必要的烦恼，咱就会创造更加侪咱的幸福啊，甲光明甲和谐，阿弥陀佛。